被别人投喂。李寻，我给你点了热奶茶。这是我给你点的，看吧，尝尝。尝一个。喝点咖啡好不好？别动！被朱韵投喂。吃啊吃啊。指导别人工作。黄世明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？做不了就走，别浪费我时间。你根本就没资格也没能力进这个基地，要哭回家哭，我不哄孩子。指导朱韵工作。脸这么红。那个程序为什么不能用？没有任何可能性和价值。回去自己看。公主大人亲戚，倪一红要是再那么拼，我可不好。别的女生请求帮忙。你好，李寻，早就听过你大名了。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我们有的这个参赛项目呀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空。那我下次还能来请教你吗？我没义务给别人扫盲。朱韵撒娇求帮忙。你陪我去吧。下个月天气怎么样？他真是答应了。10万，不太够。只要你签字，我们就成交。以后我白给你打工。等比赛结束以后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白纸黑字写下。比赛结束后。李寻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朱韵，李寻平时就像扫毒软件，见谁杀谁，绝不留情。唯独放过了你这只小蠕虫，我就是李寻的 bug。